昨天大家关注的是说这个柯侯会啊，就是是你们主动来邀约吗？怎么会约这么晚？然后53分钟讲的什么？前天晚上就要看大家有没有时间，后来实在是太赶，然后就约了昨天晚上。柯主席也讲一些公平的方法啊，但是目前因为没有具体的内容，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提出一些政党协商的方法，不是比赛的方法。最后到了一些未来选战当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，怎么样的团结？主席，你刚才有提到说这个柯文哲这边是希望说有一个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合作的方式，但现在时间有点紧迫，接下来应该怎么去处理？那另外今天柯派有传出，如果今天是没有方案的话，就不需要再见了。所以当然要有方案啦，两边都可以想一想嘛，大家就是堆叠善意，然后减少疑虑嘛，寻求一些好的办法，然后最后能够团结胜选。昨天所以正副总统还没有决定好。我们最重要一件事情还是回到一个大家要彼此相互换位思考。前天的政党协商已经提到了，一定是名字都放在同一张选票上面。我们现在彼此尊重，正在寻求最好的一个协调的方法，最后能够团结胜选。